他的指甲不好。没有光泽度。低啊，低点点夫。那你棉花什么时候籽能拿出来？自己又掉了。它籽就会掉啊？对。切了，用钳子夹着往后面退出来，啊，开始。什么叫用钳子呀，彪哥？啥子叫用钳子？用那个用那个老虎钳儿咯。用老虎，那个小的那个。用那个夹夹夹起退出来，它还像个虎口一样，就掐在那儿，一刨它就挤在那儿，嫩肉痛啊！刚才不动。